点了控肉饭，没吃几口，顾客突然站起来，走向老板，指着喉咙，讲不出半句话。眼看顾客嘴唇逐渐发白，老板想帮忙，却束手无策。看见地上的圆形石头，突然灵机一动。把人压在石头上，用力狂拍背，没多久还真的把食物给吐出来。因为我本身的手比较没有那么的大的力气，所以没办法用正确的那个阿姆力勒法去救。店里又没有椅背，外面刚好有那个石头的高度。当时老板想要实施哈姆立刻急救法，但是因为施作上有困难，他干脆就地取材，用土地公庙前的石头来当作救人工具。可能真的是土地公无波比。老板说，因为从事餐饮业，怕哪一天遇上状况，平常看影片自学如何急救，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。全眼对着自己，斜上45度，在肚脐的上方，努力把它排除，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的哈姆立克。或者是说肚子太大，你上胸也是可以压胸的。哈姆立克原理就是让胸腔变小，让空气往上冲，把异物排除。黄金急救4到6分钟，还好老板先紧急处置，后续由救护人员接手，才能留住宝贵性命。三立新闻顾问宋陈奕轩新北采访报道。